好，请计时开始，请发言。谢谢啊，谢谢主席。那我们国民党团哦，那针对早上的民进党团的质询哦，我们在这边哦，严厉的谴责暴力啊。我希望我们高雄市议会殿堂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是一个论是非的地方哦。我们严厉的谴责哦，像这种泼咖啡、泼手、泼水，甚至丢杯子的事情哦，丢书、丢预算书，造成人身的安全的问题哦。我们在这边严厉的谴责。我也希望说，民进党团理性的论证，回归实证哦，不要两套标准以上。来。市长、主席，那现在请帮我准备下一张投影片，下一张投影片，再下一张投影片。这个是大胆开唱的开箱文，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观众，还有我们网络上的到底现场做的官员有没有看到？我们把大胆开唱抽丝剥茧，我们花了5000万所扶持的。高手品牌，等一下的节目就让大家赤裸裸看到什么叫做高手的骄傲，高手的品牌，请帮我播放一遍。
我们再重申一次，音乐团体表演我们非常的支持，但是有人爆粗口羞辱高雄、侮辱高雄的女性，我们觉得不行。我们还听到什么，他在上面讲说韩国瑜的头像男生生殖器官的那个什么头，他觉得这个文化部觉得这叫艺术。那么如果今天有人在这个台上假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舞台，用了粗口，他说苏珊娜的头就像男生，如果比较这样子来讲的话，他们还会认为是艺术吗？所以民进党不要那样套标准。他告诉我们下一代说这样爆粗口叫做艺术，所有的家长没有办法接受。我想我们高雄市是一个非常重视艺文气息的，我们支持音乐，但是反对有人在上面爆粗口。那么今天是不是我们先播一下这个影片？有人说看到民主支持的，听一下。那观点讲，这是做失败。刚才把房间装的好，我今天做嘛，我也装了几套。来，叔再播一次，让他听到。你刚刚把话题打光打到中间，那观点讲，这是做失败。刚才把房间装的好。好，这个是在前朝陈菊当市长的时候，高雄市议员60分钟的质询时间被砍了15分钟，剩下45分钟。所以，请民进党不要浊世经费。我们认为议员的质询权要捍卫，但议员质询的目的是要为高雄市的进步发展，是要为高雄人民来发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最近其实我一直在追这个案子，在民进党的时代陈菊的时候，二阶轻轨车厢30亿元，轨道建设还没有做好，车厢居然就先进来了，现在还摆着。轨道建设目前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央要补助高雄市的30亿元没有下来，有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为了高中央对高雄应该要有的补助没有给我们？有没有人发出一句怒吼？民进党的有没有发出怒吼？绿营的人士有没有为高雄市要经费？高雄市的立法委员都是绿色，都是民进党籍，我认为应该是不分党派要为高雄来讲话，这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我们还看到什么？弃报案有没有被滥用？擅权被滥用？弃护案为什么一个5亿资本的公司可以205亿的这些连带，然后钱跑到哪里去？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的人要被调查，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凭弃护他们父子两个，就有办法把整个从地方高雄市到中央以及所有的银行团骗的团团转？这是台湾的政府吗？这是我们现在目前中华民国存在的政府的办事行政效率吗？我们不相信，所以当中绝对弊案重重。如果不是高雄市改朝换代换了市长，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真相。因为在前朝的时候，当我们希望组成专案调查小组，弃报、弃护案都被民进党多数决否决掉。所以我们这边要讲，高雄叫进步。我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总结，我会让大家看到高雄市在韩市长来了以后有没有做的建设，有。但是我们有没有更加要努力的空间，有。我在最后的时候的2分钟会加以论述，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事论事，应该就市政来做检讨。市长、韩市长团队有做得好的地方，我们也绝对会严格监督。但是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反对谩骂式、辱骂式，像刚才在议事现场，有人先对我们做推挤，用言语施暴、粗暴的言论对我个人做羞辱。当我们对他制止无效的时候，他又对我袭胸，这样的行为我们表示遗憾。朱立轩议员说的旁边，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对我做个人的言辞羞辱？他直接骂"垃圾"，非常非常。
人人我上，重点是他来说，我在议事殿堂，我有言论免责权。这种议员，请大家仔细看他唱的嘴脸。我们再重申一句，我们希望就事论事，为高雄市民的福祉，为高雄这城市的进步，我们来发声。但是我们绝对反对辱骂式的言辞。市政是延续的。市政不是只有现在的市政才是市政，以前延续的市政如果没有纠正回来，市长你还是没有办法做事啊。我们从每一件事情，从你上任到现在，有多少的事情在市政府里面坑坑骗骗，要找的资料老是不对，要跟人家沟通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做沟通，横向联系我们常常在讲陈局在内阁下联系有很大的问题，但至少人家的这个自己人啊，常常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按起来当真推波，哎，拢袂出错，但是呢，咱家己出生有的，重点是以前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在各个局处里面的这些事情，还有以前的弊案，市长，如果你不想解决这些事，我们的市政就没有办法再延续。731气爆，要先感谢大家。731气爆终于证明了，终于给他证明回来，不要再叫他871气爆。各位，现在叫做731气爆，因为它发生在7月31号的晚上。如果呢，陈局政府连731的名称他都可以改，那他还有什么不能改的东西呢？是不是？在我们查气爆擅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先跟市长报告，装置艺术，我先用高雄市政府，如果他们的工程景观公园的景观工程来算的话，内政部营建署的估计大概1平方公尺也只有1880块，高雄市政府高一点，2000块钱一平方公尺。如果以这个装置艺术的面积1939平方公尺算起来，差不多就在365万到380万。我们这个工程花多少钱？2400多万，2400多万，还不含设计费。这个有没有问题？市长，你要不要查？律师费花了6000多万，还有其他的零零碰碰、鸡毛蒜皮，他都是点中医。律师费出了什么问题？法制局的评论里头，他写出来的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律师费，所以呢，前面跟后面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差异？市长，家都是打的整罐，你要不要查？以前的政府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去委任这些律师花这么多钱？然后呢，还把我们的灾民的钱七扣八扣？最后给的钱不是他原先修缮的钱，如果他的这个是他的修缮是100万修房子，结果给16万，你觉得公平吗？一堆的这个灾民都遇到了相同的情形，你们有去注意这个情形吗？后面的善款还有剩下的，还有人需要照顾的，市长，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拨乱反正？你要怎么拨乱反正？滥用的事情非常严重，前一阵子我们掀开了无数的局处，告诉你有很多的局处滥用钱，观光局、消防局，还有都发局，拿去挂什么桌椅的，拿去买一些有的没的，盖房舍的、出国的，这些事情能够向广大的市民朋友做交代吗？完全没有办法做交代。高雄市如果下次遇到灾难，需要钱人章帮助的时候，这些人还捐得了钱吗？你不需要拨乱反正吗？这一些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譬如说，观光局所有的这些指定善款，只有17%用在灾区上面，只有17%用在灾区上面，其他都跟灾区无关。这些事不用纠正他吗？市长，起就是。代机实在太多，一笔烂账。光是针对这些善款，我们查的部分都在市政府里面。但是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往上查，这个市政府能够再往前走吗？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难道所有人都视而不见？
有一笔钱，2.9亿。这一笔钱呢，是来自所有的善心人士直接捐到消防局去的，没有进善打专户，没有进善打专户。这一笔钱不在45亿6里面。所有的社会大众知道吗？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市长，这一笔烂账，你要怎么样去拨乱反正？从这边看，看到全局当时的政府所有的团队已经跑到全台湾，上至高官，到所有的公民团体的这些董事长，这些人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全台，还能够让他这样下去吗？市长，你搞不懂，你别乱讲。我想，待会让市长有讲话的时间哦。陈如，刚刚听到演讲的，刚刚那一笔消防局账款真的没有进到社会局里面，他们拿去哪里？拿去盖房子，拿去买沙发。如果这一笔账款是用在我们所有警消、义消、第一线人员身上的，只要是跟安全有关系的，你开什么会？甚至是你加倍优越，我想无人有意见。大家都会讲赞成，为什么？因为咱袂含个有一个人发生生命问题。但是，咱管的账款，所有跟单位来自各地的账款，不是要互伊关来上车的，关你起厝，关你买沙发，关你去日本考察。日本考察你个地方本预算啊，借吗？日本预算开一个，先搞。
重要，但是心力对更多的高雄市民更加重要。那本党团非常肯定你这一次预算的编制，市长你看那个 PowerPoint， 这从县市合并这九年来第一次首度超过资本的超过20%，市长你看一下哈、哦。今年去年是16.5%，今年你变到了20.7%。市长，你看，我们把资料调好了，从101年16.19%，102年15.79%，你看这8年来全部都在15%正负1%，但是你变到了20.07%。我想我们给你肯定，为什么？资本投资真希望未来高雄生生不息，让我们更多的预算来让高雄未来能有更大的发展。我看到你变在哪里？第一个，经济发展占的税收15%，比去年增加了34亿。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你也增占税收8.5%，也增加了48.5亿元。我们又看到了什么？高雄市你最担心，以前下大雨淹水，你在水利设备里面你做了什么？加强防洪、清疏、水质改善，比去年增加了55.9亿。55.42亿，增加了100%，跟去年相比。接着，我们看到你为了路平，为了所有公园的维护，我们花了很多的公共设施，如果管理维护费用不够，看身体两边有龙，而且会造成公安，而且危险，所以你增加了28.88亿，增加了约39.87%。你把钱放在这里，是要让我们高雄市民活得安心，让高雄市民未来发展有希望，让我们的高雄能够永续发展，让高雄能够在水质、水量、水生活各方面能够保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本党团非常肯定你这样的一个预算的编制。市长，你有什么想法？你说明一下。我们请他是本人如果20，其实跟其他县市来比还是不够。那今年我们要求所有市政府所有团队，因为预算不够，财政非常困难，实际上每个局处计入了3%，但是我们还是让这个预算大概增加了4%，就是希望未来帮高雄市民可以打造一个更好的城市，路会平，水沟会清，然后灯会亮，然后各方面的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这些也就意味着这些单位会越来越忙碌，水利啊、金发、公务、都发会更忙碌。环保，可是他们一定要做，因为高雄市民给的期待很高。另外一点，刚刚陈明兰议员还有李雅金议员所咨询的，真的是发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很多善款捐赠人士以及其他的民众都在问一个问题：高雄市民7-8万善款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交代清楚，我们高雄的变化让大家觉得认同，这个打一个问号之后，对高雄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7-8万善款案，还有刚刚陈明兰议员特别强调轻而结构层案，我们都已经请政风署移送减掉侦办。我们希望减掉侦办的结果出来，让市民朋友跟广大的善心人士能够了解，到底这些钱是怎么用的，合法、合情、合理，而这个一定要对所有的民众做一个交代。消防局这边也要将刚才所提出来这个迅速的所有议员要调阅的资料，必须如实的，然后请议员来指正，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高雄市政府从我上任以来，跟各位议员报告4个字：没有秘密，没有秘密。各位对市政府所有用的钱、所有用的人、所有推动的政策，我们没有秘密。我认为所有的政策只要让太阳光一晒，清清楚楚，议员了解，市民朋友也能了解，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以我们各位议员要调什么资料，市政府100%全力配合，请大家放心。再一次感谢国民党团队。市长，本党开唱已经是全民心中的疑问，所以我们要求政风署详加调查，并将所有人员移送检调，对我请你才是。那我们就把大胆开唱的相关事宜，请我们政务处仔细调查，再回复我们的议会。先请政务室，然后报进议会后，如果有不法，我们再送检票。市长，我想知道你的态度。谢谢邱宇轩议员。
先让政风处来通盘进行了解，了解之后如果有不法的行为、不法的可能性，我们会一手解掉。第二，刚才您刚刚放的片子，过去我没有看过，我没想到他们的表现中间会这么粗俗下流不堪，这个已经不是艺术了。第三，高雄市本地还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创意。我觉得高雄市政府有责任让本地的这些文创的乐团的艺术表演有一个舞台，以及得到一些经费的赞助。我想除了调查办这个文化的开创之外，我们对本地的高雄市的年轻朋友，我们应该更有具体的办法来协助他们，让高雄的文创事业能够整个借着这些年轻的朋友的努力，让大家刮目相看，继续扶持高雄的文化，让真正属于高雄的骄傲开花结果。我已经教文化局了，要加速开发高雄本地的，就本地在地元素，本地高雄子弟，他们这些文创，我们市政府的人会从旁来协助他。好，我已经交代。好，市长，其实呢，我其实之前听你讲过，你说看到很多有的人，他是会反对反对，然后羞辱韩国瑜，他说这还事小，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忍受他们羞辱了高雄市所有团队的努力，羞辱了高雄市民，这是你不能忍受的。所以市长，我也记得你讲过，说你非常感谢高雄市民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一定会卷起袖子，好好的为高雄做出成绩。所以我们也要让大家看一下，当然现在我觉得还必须要努力的是做什么，我们的空屋，我还是需要市长要给予承诺，做的还是不够，我们必须要重拳打击空屋，我们的招商，我们的创造更多青年就业机会还是不够，我觉得这都必须要努力。所以我们现在对你们看到的录屏，我们看到的青淤，看到的下雨淹水速度是可以比较快的退散，这些都是逐步看到进步。但是市长，我们待会最后要你承诺，你一定会要求团队们一定要为高雄市民，让人民过好日子，让高雄持续的经济发展，让高雄进步，让所有生活在高雄的市民有城市光荣感，让我们骄傲的是成为高雄市民。市长，待会我们要把你的决心讲出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高雄市长团队们做了些什么来播放下一片。大约五十秒，我们只是截取一小段而已，因为太长了，做了很多。但我觉得都要继续的努力，医疗观光量身打造，更重要是我们为了下一代，市长有做了所谓的双语教育，让不管他的经济状况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小朋友都能够跟世界接轨，数位双语国际接轨，并且校园双机安心学习，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公共比较严重的区域也有双机可以使用，青年城市给高等教育就要继续努力，让高雄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逐梦踏实，希望高雄是变成是青年最友善的城市。我们要深化我们的国际交流，高雄，我们台湾的眼光绝对不能只有在台湾，我们的眼光要放向世界，我们要跟世界做朋友，我们不要锁国。所以最后，我们希望优质问政。我们的问政，以及我们宣誓，我们未来要打造一个高雄是一个更加进步的城市。来，我们的总召来。林市长。好，那我们谢谢我们国民党团。那向大家报告，下午开会的时间已到，下午3点继续开会。本席宣布。